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烟的时光台。今天呢就是期末考前最后一次时光，最后一次。早上我们是有打黑三师，打完了英雄谷，打的部分也找到了阿尔多尔斯套装。然后呢，可能接下来就要进行大事故的部分，那可能是期末考后的事情了。好，那么今天在推举的部分呢，就是伊苏许愿雨果已经昨天打完了虫魔那只大蜈蚣，也是从救火之领域开始。合适。平均下说，雨果的这个炸弹就是被称作是说最无耻吗？可是我还用的不是很熟悉的。好，先等。遥控炸弹，又升等。看到我昨天打虫魔的时候，应该算是等级非常的不够吧。木下竟然飞到这种地方来，你就是用传送魔法也准一点好吗？不要过来。木下，你怎么会绕到我前面来？我可是法科的家的人。好，等等再说，先对付这家伙。那什么？这个就是法科大家的力量。解决了，我可是法科家的人。雨果，谢谢你，你这么危险情况下救了我，我，这样小角色逼到绝境。就算你再不擅长攻击魔法，连保护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只会采用别人的累赘。说的没错，对不起雨果，给你添麻烦了。哼，这种程度还不算是麻烦，不过能力不足可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向别人道歉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还笑出来？不，没什么。不过，还是要好好感谢一下吧。你来救我，真太感谢了。哦，哦，对了，你为什么来到这上层的地方？你有和家庭的前辈一起行动吗？那是因为我们在下层的时候被魔物逼得走投无路。加迪娜，你也努力一点好吗？我们在紧张关头，我们两个使用水晶逃了出来。也许是在荒漠中使用缘故，传送点不正常。然后就飞到这种地方来了吗？真是，应该说你笨还是机灵？真是丢脸。啊，对了，我们传送这里时候捡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或许派上用场，就给雨果吧。蒙月之刻意。哦，我知道了，就放我这儿吧。不像你来，家庭的前辈也担心才对。你只要赶快用水晶岛聚点去。嗯，好吧。嗯，还有什么事吗？啊，嗯，真是的，从前就用雨果帮忙，算我把保护自己的我，没说句话很不适合。要是雨果有什么烦恼的话，随时都可以找我商量哦。啊！怎么办？这木下让我代入感好强啊！我尽力帮忙的。你想太多了，至少现在还没有。天哪，我到底在玩什么啊？这未免太贴近现实了吧？我该不会用这游戏来预测他下一个行动吧？是吗？嗯，那也好，那我回去哦。算了，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成为我生活的语言。哼，不下也好，立刻也好。俗话口小，看穿人心似的，青梅竹马就这点令人烦人。真的耶，天啊，这游戏可以成为我生活的预言。游戏或许能带来什么东西给我呢？因为这炸弹肯定要在角落的时候比较能发挥效果吧，不然他们都被推开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连段攻击。天哪！啊，这是按钮是吧？
OK， 那走路。罗达果实。像我不知道在放那个爆气之后，那封魔法到底会强到什么地步。因为我之前在玩那个 Unica 的时候，就是把爆气当作防御技在使用而已。只要被逼到角落，你就准备去死了。5800可以做很家伙。强化法克特之眼。
你是？哦，是菲娜大人。你是法克特家的雨果吧？为什么你在这里呢？你竟然也知道法克特家？没错，我就是法克特家的。难道是为了找我们而来到地面的吗？没错，菲娜大人，我奉六神官之命领进我们两个回去了，包括我在内，一共有十二名成员组成搜索队，派遣到地上。是这样啊，对不起，把你们卷进来了。不，请别在意。啊，对，利亚大人在哪里？难道已经被敌人？是吗？我们惊骇的事情遭遇过了，现在利亚应该平安无事。如果另一个人遭遇到危险，我们互相都能感觉到的。是吗？总之，这里非常的危险。踏到底层，其他人只来待命。我们先回去吧。对不起，我不能这么做。菲娜大人，我们有必须完成的使命，请告诉其他搜索队成员，请不用担心我们，回到萨门神殿去吧。开玩笑，对啊，这里还叫我们逃回去？再说，你们到底打算做什么？重要的隐瞒六神官，一声不响消失踪影。嗯，对不起，现在还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哼，哈哈，终于找到了。Hello， 哈利波纳，又见了。哦，你是？哦，拿钩爪的。我带是银白的。阿姨，拿钩爪的。看来你就是传说中女神啊。哎呦，你叫雨果对吧？你认识这男的吗？是啊，我当然认识。被法克特家出家门的不孝子，神殿骑士团副团长。为了争取时间，将萨门神剑深坑我留在地上牺牲的英雄。多尔法克特，这是哪个名字？还特地帮我做介绍，真是不敢当。神殿骑士团副团长，他也是副团长，还是说前副团长？团长是那个尤尼卡他爸，副团长是他。还特地帮我介绍，真是不敢当。不过神殿骑士团副团长托尔法克特已经死了。我人托，我是魔人纠结，我是魔人托。你好，平民star。我是魔人啾啾，魔人托。现在我是魔的眷属，跟女神还有伊苏为敌的爱之一组协力者。天哪、啊！这个剩下的神力骑士团根本是……托尔，难道你？正如你想，我接受了魔，意外的是个好东西，放弃人的身份也值得吧？怎么？好像有很多事情呢。不过算了，我们的任务只是得到女神和其他入侵者而已。顺便在这个一局胜负。哎，不能还要跟你打？拿钩爪的女神交给你了。闭嘴。我叫他闭嘴！我和那个男人，话要说，你滚出去！哼，你这家伙！我来到地面的时候，得到了爸爸的命令，投靠敌人，接受魔，以死为敌背叛者，托尔法特可以抹杀掉。老实说，我还有听错。我虽然很讨厌。但做没想到你竟然堕落成这样子，可是结果，爸爸所说的就是真的。有什么好笑？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怎样都无所谓，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得到女神和黑珍珠。好酷！
什么？等一下。如果你要阻碍我，我就只有全力排除障碍，不想死就刚走吧。说什么疯话？这人总是这样。这样子他有法克特之眼吗？法克特之眼是他们家家传的吗？哎，不对，他已经放弃法克特了，所以他就算有也不会用。对伊斯来说，是最差劲的背叛者。就按照爸爸的命令把你这给干掉。哼，好啊，出招吧，雨果法克特，托尔法克特，不是魔人法克特吗？打不痛。对啊，他们会飞的说啊，见识看看。我今天才发现到那个半觉醒的时候，雨果的魔法会强化。这，你看，他也会放爆弹。我会飞的吧，还是会两样？哇，这个雨果的脸我都第一次看到啊！而且他的地主上面的这个脸跟库拉皮卡8.7分像，哎，不可以，算魔力算是强，但根本不能运用自如。爸爸看了会很失望。雨果，真是令我失望！直接说这个大话，就搞那丢脸相。哎，那波呢？你可是被我干过。我来的真是时候。傻吧？你怎么会来？仪式已经告一段落，我是特地来帮你们的。因为某些不管花多少时间也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样子。他是在骂埃博纳吗？真是讨厌讲。你就是菲娜大人吗？李亚大人在哪儿？那个在他手里吧。看来你不想说呢。算了，反正问了之后可以慢慢的问。暂且不急。你还动手，快把给我解决掉。杀的女生也要入侵者吃命令。哦，怎么这样？请住手，不可以对亲戚里下手。哎呦，是这样子吗？那就更要让哥哥亲自动手了。我拒绝，你知道会怎么样？不用担心。等等。不可以拖啊。放心，我会让你走得毫无痛苦的。哦，是前辈们吗？骑士团，等一下，有你团吗？我都已经到救火领域，还没到啊。不对，说的也是啊，有你卡跟他们在一起的话，只会被连累嘛。有你卡自己探索就好。菲娜大人还有雨果，这是不得了情况。大家，什么？怎么会？怎么副团长？怎么塞西亚？你认不得他吗？不会吧？副团长。哦，诸位是伊苏魔导士和骑士吧？不过现在该把都杀掉。不过这次就放过你们吧。伊苏诸位，请保重。三不能接受，就想走。再会了。等一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没问题吧，雨果？到底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你刚才不明白真的是谈资杀了你我一定要亲手把你杀掉等一下这怎么好像有点像佐助啊我一定要杀掉佑那种感觉等一下你是 Sasuke 吗啊哦尤尼卡来了尤尼卡来了是吗？还有这样子？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发不可收拾。是，比较突兀，那家伙竟然活在地面上，而且还投靠敌人。一定有什么原因，不然土尔副团长怎么会？奴役，别这样。总之，重要女神已经被他带走，既然协助他家伙，那么我们只能把他当做敌人了。奴役，花烛鬼，你们是什么时候到齐的？就在刚才，说的十二名成员集结完毕的样子。对不起，让各位担心哦。我叫尤尼卡托巴，在顶二先生指引下，刚刚倒打之后他，遇上事情已经变成这样子。等一下，你也太慢了吧！真是让人吃惊，是极速的魔物。暗中火药师，救国英雄的背叛，救国英雄的背叛，这些都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事。这么大地段发生了什么呢？背叛宇智波为主，只好把一族给杀了。但是火影大人要保护我弟弟，请保护我弟弟好吗？第四章，没事吧？事至至今，我就按大家讲明吧。嗯，机长，原你就知道。除此之外，有什么事？是的，请做好心理准备。利亚大人和芬达大人联系不明那一天，萨门神殿中属黑珍珠一起不见。什么？真的吗？没错，从六神官那里秘密得到的消息，那并命中动了。这事本不允许外传的，不过这件事不得不告诉大家。真麻烦，怎么会这样子？等一下可以吗？六神官女神不是用黑珍珠力量让战马直接浮空，那为什么还能黑珍珠力量是可以超越空间的，就本地平安无事就可以用天空萨满神殿只需攻击不利，问题是能把这黑珍珠从中枢带走的除了两位女神不可能有别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控制黑珍珠，用个什么纯洁之力是不是？然后到时候在那个在塔顶的时候，那个谁啊，他们的主谋叫什么我忘了，算了，难道说都知道六神官发枪器拿走，肯定是那一天雷亚大人他们带着黑珍珠来到地面，接下来六神官无法确定，这麻烦。哇，达雷斯啊，达雷斯在那里绑那个绑雷亚，说女神的神级之力已经被我夺走，所以黑珍珠就听我的话，真是让人吃惊，是头脑竟然很混乱。在这里再次拜托各位，有幸就会飞到大人，继续寻找法术。利亚大人的行踪再不必说，这次我还要助人黑珍珠的动向。如果天手中无法掌握发生什么事情，确实了解。还有尽敢收集情报，简直比我们想象错综复杂。看来菲娜大人有十分深刻的原因，关于托尔事情。有什么病？是啊，我怎么想，那顽固的人都不可能叛变的。原来托尔很顽固是吧？一定要从他人口中，一定要从本人口中问出真实缘由。准备。雨过。背叛者的事情怎么样都无所谓。那个男人和敌人在一起，抓走菲娜大人是没得争辩的事实。如果遇到他，加以制裁，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人我一定要亲手把他给杀了。雨过。再说你们真是单纯，那些敌人是操纵魔物蹂躏伊苏的幕后黑手，是再明显不过的事。这座塔可能是那家伙操纵魔物建造的，在这样危险对手面前还将悠哉说什么傻话。雨过。烈大人和菲娜大人行动太轻率，再怎么大事情也避免黑
黑珍珠的敌人危险。老实说，只认为他们有不可告人秘密。雨果，等一下，雨果，你叫雨果法克特是吧？对你哥哥出言不逊，虽然让我不愉快，但还能接受。但是，绝对不允许你侮辱女神！把刚刚话里给我说一句。哎呦喂啊！嚣张什么？跟我打吗？谢谢你啊，小姐，你们快住手！哼，你们这些魔力地下骑士，还敢当我的对手？我可是法克特家的人。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要比一场如何？让他看看魔导师和骑士哪一个才是强者。你这家伙，还不住手！混蛋，简直指错人了。可是副团长，你给我安静点！多么坚强，挑起内讧，你打算做什么？就是啊，你不会认为飞鸟大人他们很可疑吧？哼，雨果，我能理解你说话，但是现在需要靠这里所有人齐心协力度过难关的时候，为此必须把握目前事态，请你帮忙可以吗？哼，好吧，不过我可不愿意还没有做好觉悟的人共识，我按我自己的判断行事，中个爆！就这样子，机器成员搜索队总算开始正式进行任务。但是背叛者存在以及女神菲娜被敌人抓住的事实，在每个人心头上加上沉重的枷锁。另一方面，雨果心中怀着黑暗之火的情感啊，黑暗之火般的情感，一个人再次向塔内展开了探索。黑暗之火吗？为什么连决心都可以中二成这样？托巴大剑吗？看来这是伊苏神具，和其他神器一样，都是被祭坛吸收的力量。蕴含着火焰之力大剑，是说会让托巴家族有关东西。对了，原来如此。其实，神殿骑士团团长萨沃托巴，这是和那天那家伙一起留在地面上那个男人的遗物。真是厉害的魔力呢，那我就接受了。法克特家是魔法名门，连其他人是不同，不是不允许相同的。只要有力量的话，只要人能驾驭那家伙更强大的力量的话，这力量就让雨果法克特收下吧。等一下，都遇过当魔的潜力。年轻的法克特，骑士团长，你是？哦，对，是萨沃托巴的亡灵吗？没错，你是托我的弟弟，雨果法克特。是，没错，看来。和他不一样，你已经牺牲了吗？难道还留恋这个世界？哼哼，身为一名武人，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我有什么留恋的话，那就是伊苏未来的去向。不过你为什么这么焦急不安呢？我能感觉到你对力量的渴望和焦躁，想得到力量无可厚非，但绝对不能被他所束缚。那条路没有尽头，等待前方就无尽的暗。你还年轻，不要着急走回正道吧。但是你却死了，力量不足的结果导致你的惨死。
应该把这个魔力当做义务太浪费了，就让我有效的利用吧。这是你选择的道路，年轻的法克特，你已经什么？为什么？怎么感觉与过去太像了？身体有出力量，与我从剑上夺取的力量，可以使用火轮之技。我就是吗？我用关照法可之间不断旋转，主刀魔物都可以接到伤害，还有可以开解除某些机关。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行了，只要这样不断获取力量，就会输给那样家伙。然后，然后。我到底在干什么？谁？是你？那个，你在奇怪的地方碰面了。等一下，为什么地方？人帅真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打从一开始。不，我是刚才来的，什么都没看到啊。可能全都看见了，真是不会说谎家伙。你是来干什么的？如果想继续激烈战斗的话，我随时奉陪啊。都说我什么没看见嘛。对了，等一下，为什么我这么在意你的感受？等一下，干嘛？这是闹哪招？等一下，你该不会之后要帮我挡那个托尔的攻击吧？本来想看你痛哭流涕的样子，没想到还这么精神，真是遗憾。虽然想这疙瘩你打一场也不错，不过我还有事，这样算了。干嘛？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啊？安慰我的吗？哼，奇怪的女人，随意出现还是自娱。总之，已经活得心一样，暂且继续前进。哎呦，可以叫纸！哇，变成护身器了！像这红莲之气爆发的时候，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完成度高吗？我连风的爆发技我都没有看到。黄水晶，暴烈之气得到强化。我被吹飞，反客继续攻击，好燥、哦！这地雷对抗这种不会被吹飞的敌人，这更是有利了。
跳不上去。最后一瞬间结束。又来了。哎呦哎呦！哦，环保室，对嘛？这种东西就是要除气啊。我们这只得到强化。恶魔回亮，哦，原真恶魔回亮了。这是。肚子饿的样子，为什么会这种地方？也许是那回廊缘故，所以无法从这里出去了。我要，我要铁锤，又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好，就去拿去吧。我先砸破那个。这一座不快，
要把这些东西砸破是吧？嗯，铁锤呢？啊，没有发生什么事，不是吗？铁锤，我这赛赛他们也要。那鬼两个怎么弄的？总该先自己试试看吧。什么？夜风中，嗯，看来因为这个被破坏塔内好像发生什么改变，去确认看看。哦，原是打错柱子而已。尤尼卡都是拿口琴，结果雨果是拿铁锤，这女神也不愿意把口琴给他。嗯，啊，果然跟预想一样，因为那个柱子通风管才这样的声音，好去前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不是，我还以为是玩什么机器人战、机器人大战的武器。怎么现在是打宇宙战是不是？还有避免。所以这个爆发器该不是？天哪！我试试看，来不及。我们想试试看爆发器的风什么的。而且火还有第三阶段吗？第三阶段的火宝石可以吗？我搞得像殖民地卫星炮那种感觉。空中把我打死了，好像没有什么不同。风的爆发就一样是风的走位。我还以为说那种
超大范围的冲击波之类的。不过超大范围的冲击波应该就是暴雷之击了，暴雷之击就够惨。暴雷之击的那个爆发技超像黑魔法的，库雷利亚控。精灵之一，精灵之一，穿上它之后，受伤身体又那么强硬。不是吧，硬啃虎腿，到这了，哦，这就点机关了，啊，上不去。四个魔法阵，你强迫我去练本的意思。真的伤害有点不够了，
哦，伤害不够了，打那么多球一夜，天哪！用火还是只有你？连雨果都要打闭幕，塞达密友，塞达树海。我预先先下降所有主角，让点上火就行。怪魔指挥章，那几等十八等，我这些等级特别低哦。耶，不行，教练等才行啊。打不痛啊，那我估计可能要练到，如果在 BOSS 关前都还是一的话，那可能要练四等吧。以上次的经验来看，还是只有一页。哇，练的练好快啊！所以我现在是超级大越级的意思吗？没三分钟，我又快六级了。也不对，说不定有两分钟了。要快升等了。有没有搞错啊？有，他没有伤害了。五分钟三等，
哇，五分钟练三本。这也太……我又快三本了。游戏重点，通通在鱼骨线。鱼骨经验曲线该不会不一样吧？为什么鱼骨好练成这样子？剧情有惊喜，我觉得这种弟弟要杀哥哥的剧情就已经够惊喜，难道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哦，五分钟分四本，要不要不是五分钟，应该七分钟了。哇，要被这些兽人给轮爆了，天哪，好深，深度时间我想慢下来，那不对，还是升好快，如果用我们之前的练风之谷的速度来看的话，那真是快到不行。在黑格领域打的时候都是打一只 0.01 0.02，啊不对啊，0.01可是不会归在那里啊，通常有0.04的话就归在那里练的，可是他喵的这升本升的好快啊，应该可以去打红怪了。好像有点不够的样子，不对，五应该很够了吧？不行不行，快挂了！太逞强了。立刻，快点帮我查武器。好了，不用解释，你知道，不用解释，真不给面子。因为是你高级的魔法，让我夸耀一下嘛。不要，那算了，那我开始吧。库尔利亚夸，咒语是黑呀。我咒语只记得黑呀而已。这样很清晰，很顺利。原来如此，和陆强化法术好像同一种原理。谢谢，也要麻烦你帮忙。这样的话，就用这种方法，我是比较会的。矿石砖刚刚这是最后一个了，是，那下次我自己准备吧。原来我之前都不，我之前找到都忘记来强化了。哎呀！
你睡我之前都是用输出级的不够的武器在破关的吗？原来雨果的攻击力，即使是没有强化的武器，都可以强成这种地步。天哪，雨果要突破天际了！天哪，雨果好强啊！变成灰烬吧。我刚可是用了弱两级的武器给你们打的。现在你们已经没有存活的可能了，乖乖就范吧。有爱，死不可爱。接受强化法克特之眼，我去赚个钱好了，赚个600块再来。我的我的我，雨果 fucked。天哪，攻击这么强，还有贯穿属性。再重新强化一下防具哈，再让我赚了个2000块钱。天哪，这武器做坏了，我还升等了。我只需要赚钱，我已经来升等了。我应该先升级那个，能够增加获取 SP 的。赚钱会顺利一点。
还差八百五。进六成本，我不是来升等的，我是来赚钱的。好了，我怎么又觉得这次打 boss 会虐待 boss 的感觉？那虐待 boss，
他的手在追我的时候，我都还可以攻击他的手。天哪，一次就过了，不愧是雨果，不愧是法克他家的人。天哪，怪物！你终于来了吗？你这家伙，出招吧，图尔法克特！上次存大意，不过这次不会的迷惘了。原来你上次迷惘了吗？雨果，其实你并不想要杀他的，其实你并不想要伤害你哥哥的，对吧？你迷惘了吗？就让虽然法克一族继承了我，将引导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吧。那力量。你见过萨乌尔托巴？什么？真的？不过，如果是被授予的力量，又感觉到不是非常协调。原如此，是强行夺过来的吗？那就跟我一样了。我，托尔。其实也是为了追求力量而才叫暗的。用这种方式得到力的，你真的能够接受吗？啰嗦！乔现在想摆出凶脏架是吗？背叛者可没有缩小资格。我也没那打算，但是什么？自己无法认同的力量。到头来只需问东西而已。现在你绝对赢不了我，绝对。绝对赢不了我，说什么搞笑话，怎么可能是那样？我可是。继承人，我的法克的誓言，我再到法克的家族正统继承雨果法克特。好吧，托尔法克特，你的话我会证明，我会证明是错的给你看。你要小脖子等着吧。怎么样，小脖子？小脖子？难道你想对你哥？原来雨果，你想对你哥？形象因为血晶力量得到进化。抹杀之领域，哇！我尤尼卡达要过抹杀之塔到拉多之塔的时候，已经31等了，我现在24等。哎呦！化け物だ！过去。诅咒戒指，
5000 SP。 现在的你绝对赢不了我的。大理石钥匙，是时候从另外一边绕过来的。罗达果实，啊，飞不过去。这可能要二段跳才过去。嗯，鱼骨应该可以都二段跳了。存档，是不是要拿什么鞋子啊？现在上不去，我不知道二段跳上去了。哎，可是那个上不去啊。我又掉下来了。哎，所以雨果是完全不能跳到沙上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加护是减轻地形，我没影响。两招结束了，这难度跟卢尼卡差太多了吧？
又是下半数。不出情况先存档，我等一下要重打。炸弹鼠都一直躲在大东西后面，一直把炸弹丢进来，一直丢，一直丢，丢丢丢丢丢丢丢，我一直都打不到。炸弹鼠，你他直接丢中都会伤害，有伤害。金之手镯给神恶断掉了，中二少年加上恶断掉等于什么呢？红宝石，胡乱之得到情况。塞尔塞达密钥，真饿了，在这种地方休息，好像很饿的样子。长者之血，真是不好意思，那我就收下。明明对人类都这么坏，但是对鹿就那么温柔，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女古是喜欢小动物、疼爱小动物的类型。
你是雨果·法克特吧？雷亚大人，雷亚大人，雷亚大人，我等了很久，你为什么会来到这种地方？还有，果然，黑珍珠和您。我可是法克特家的人。什么？这些家伙！没关系，交给我吧。什么嘛！打从一开始你就自己用就好了。那好像蕴含着女神力量魔法具，如果该将那力量夺过来的话，哼哼，这样就行了。不过，你既然能平安无事到这种地方，为了我们，真的很对不起。你已经知道我们来这里的理由吗？是的，那天禅都上，菲娜被抓走，以及托尔在敌方阵营中的事情，我也都已经知道了。雷亚大人，我听说您前任是我哥哥，也许你知道他叛变理由。虽然他已经被法克特家逐出家门，毕竟是家族。我已经做好将他亲手制裁去了，但是从哥哥的个性性格来考虑，很难想象他会单纯的背叛。难道真的是在被天抓住时被吸取了魂魄？什么嘛，其实你也很不想要对你哥哥为敌的吧。关于托尔的事情我大概能想象得到，但在这种场合还不能说明，因为这关系到他的名誉。名誉？什么？但我可以这么说，你的哥哥绝对没有失去自尊哦。他持有的觉悟，是对是错，就暂且放一边吧。不过，可以确定的说，他正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进，请至少相信这一点。所以，他是按照自己的意识与我们为敌吗？不过，我还以为你会说什么，真是可笑。说句实里话，雷亚大人，你们隐瞒的事情太多，连理由都没有向六神官说明就把黑珍珠带出来的哦。你们才是，到底在想什么？啊！从来没有被凶过雷亚吓到，绝对没有失去自尊，按照自己意识前进，让我相信他。那家伙哪里看起来漂亮，能这么说呢？难道你的意思说我比前任魔我比前任魔他还要差吗？雨果，你给你们添很多麻烦实在过意不去，有可能的话也想跟你们大家说明一切，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把这个林志玲有这个的话，就可以救出那些不被允许安息的王冠。本来希望你们能够赶回萨门神殿去，而现在全部事情交给我们处理。不过看来你们也不会放弃，你至少小心行事，最好能够平安的回去。什么嘛！结果最后你们才被抓住，什么交给你们？丽达贝克吗？雨果，我是艾奥利亚，可以打扰一下吗？可以啊，什么事啊？菲娜大人被关地点已经有线索，好像在达比埃中央突出的一个叫拉多之塔的地方。拉多之塔，怎么得到这个情报了？骑士团的人从托尔那里得知的。什么？不过在那之后，
脱蛋就消失踪影，所以也不能判断是真是假。哼，我知道了，现在离百思红不太远，我立刻赶过去的。哦对了，骑士团队也会马上赶到，如果可以的话请协助他们。我才不要呢，我会看情况行事，有碍手碍脚骑士在，说不定更耽误时间。就这样，如果等一下挂电话，每个人这么自作主张，你才是吧。算了，总会确定女神似乎在隐瞒着什么，就救出菲亚大人就给我做些什么来。先讨论女神吗？小虫子打我都死，你太扯了吧！看来不用防护罩过去才行。当我下十八，天哪，痛死不偿命了。我是雨果·法克特。让开！按不动。等级太低了吗？攻击力都好恐怖。不是吧？我没看错，37。还有最大命的，太扯了吧！他们攻击怎么强成这样？看我得练个本领。
都是SP。
哦，这个就是那个小影红怪的地方。哦，这次是我一个人先到的。是。拉多之塔。那就是拉多之塔。就是那里囚禁着菲娜女神，可以跟手刀枪当中的血气。虽然说骑士等一下会来帮忙，不过不能再等下去了。就算就我一个人，要拼一拼一下我的脚看看。27等了，不知道够不够。还是去升个等好应该是可以打 boss 的等级。好，那我去打 boss 好了。反正又是萨巴和他那一群是。我存档，直接攻进去。陷阱，陷阱！哦，来得正好。上次没好好打招呼，真是抱歉。我的名字是萨巴，号称伟大达雷斯，左右手暗击住最强的女魔导师。达雷斯，那就是你首领的名字。没错，是位非常优秀的人物哦。话说回来，没想到你能突破恶魔是回廊来的去，被你哥哥打倒在地的时候，还有这个毛头小子。不愧是法克的家继承人。
像这入侵者有什么资格谈论法克的家？还有，别把那种称我哥哥，他岂不是我最想打倒的冤类？哎呀，我们真可得来啊！其实我不怎么喜欢那家伙，好，我转出来魔物都被他来吸取魔力。要是大 S 当年许我早把他粉碎，那他魔物就死了。那开玩笑的，开玩笑，开不得玩笑，这点你们兄弟真像。不过你的反应真可爱，真合我的胃口。开玩笑到此为止吧，你不出手，那我可不客气了。法克的基眼，真是不错的魔法局。老实说，我对伊斯的魔法局一点好感都没有。不过只有一件，让我是很亲近的感觉。什么？这是比杰克艾伯那孩子强上百倍的孩子，长见识看看，真正力量吧。二七。用暴雷比较好。
又是一次这大 M 了，真不愧是法克他家的人。啊，你辛苦了。你跟我想的一样，你这孩子还真是有趣，那种力量和魔法具的使用方法和我们暗之就十分接近哦。你说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灵魂的存在方式也很相似，对力量永不满足渴求，只有在孤独的黑暗中才会感到平静。我说的没错吧？哦，帮你介绍达斯丹如何？我觉得年年可以成为比你哥哥更好的伙伴呢。等一下，怎么？雨果想要求他介绍吗？说我和那些家伙相似？别开玩笑，说什么莫名其妙？算了，你女人不要管他，飞行大人的支出应该是少的，我跟他走吧。我想当初尤尼卡在这里死个半天，结果雨果根本就……什么？鬼面之母！这时，我能感觉到十分强的邪气。对了，刚才感觉到邪气，就是来自这道门吧。重要强，于是应该在这里面，可是却你在害怕什么呢？雨果·法克特，九成都封印和父亲的藏币莫夫比血简直如同和气，要是破不了这个的话，就没有办法继承法克特家之名，更别提到那家伙。三件神具一样，提升到极限这魔力，这本全雷劫。什么？哇！哇！要这么强核反弹攻击啊！雨果就被自己的最强攻击给打倒了。雨果啊，存在才能被称为人正统，有必要兴奋到手舞足蹈？法克的家不需要被人包着就摇尾巴的狗，想要得到认可就要靠你的实力，还有江里的哥哥。艾波娜，奇怪，艾波娜，你为什么要对雨果这么好？艾波娜，你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敌人吗？啊，怎么醒了吗？真是，你真是乱来！没想到竟然想要靠蛮力去破解鬼面之门。连我艾波娜姐姐都惊讶说不出话来了。艾波娜姐姐，虽然觉得不可能，不过刚才是你照顾我的啊！艾波娜是怎么回事？哼，不可能是。话说在前面，我可是有至尊战士，还没轮到战对手晕过去的时候偷袭的一步。哎呀，麻痹还没消退呢，你就老实待一会儿吧。不用你担心，你不是说不愿意偷袭吗？我已经起来了，赶快摆出战斗架势吧。你这家伙真是不可爱呢，虽然我想这么说，不过我也没有兴趣欺负一个什么都做不了只会抓嘴皮子的伤患。如果萨巴那家伙在这里的话，或许情况不一样吧。
反正大 S 已经下命令放弃这里，所以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出手。随便你。为什么照顾我呢？谁知道呢？谁知道？喂，这样不好吗？反正我是一直高兴的。啊，对了，你和那男人管是兄弟啊。为什么你兄弟非得争个你死我活才行？你们关系不好吗？你哪里有看小，你哪里有看出好了？而且那家伙已经不是我的哥哥，我必须要消灭的背叛者。那个，虽然这样说也没错啊，不过哥哥还是哥哥啊。虽然在必要时候有必要兵戎相见，但也不至于要把哥哥否定的一文不值啊。你不想说话就算了，反正我们与生俱来思考方式还不一样嘛。也许在伊苏像这样的人非常普遍吧。那家伙每次都随心乱来。嗯？什么意思？真的吗？哇，哎，都好帅哦！天哪，雨果好可爱哦！妈啦！提到六神官首领，那就是掌管新的法克特。哦，原来兔还是六神官。被大公正家族继承者寄托莫大希望他去选择神殿骑士道路。哦，所以最后他不做神官，就跑去做神殿骑士，还说什么六神官的地位对自己没有任何价值。不管怎么劝说，他还是选择自己想做的事。虽然理所当然被父亲训斥，但他却完全不放在心上。然后，继承者就成为次子的我。虽然现在我被称作天才，但当时我只不过是平凡的孩子。哎，哇！雨果这表情，还经常被男孩那家伙做比较。每天过着不顺心的日子，但是我还是跟随了父亲大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修行了。就算和童年玩伴渐渐疏远，我也坚持每天残酷的修行，终于被承认有继承资，有成资格成为继承者了。我终于靠自己力量得到大家认可了。可是争取时间让塞尔曼神殿升空，那家伙和骑士团长一起留在了遍地都是魔物的地上。他获得大家的称赞，乌兹洛德怎么称呼？为了拯救所牺牲的英雄，图尔法克特的弟弟。果然啊，大家没有记得雨果的名字，而是记得的是图尔法克特的弟弟。这半年来，人们称呼的方法，我十分明白，这只是迁怒而已。但暂且不说理性，从感情上，我就是无法原谅他。而且，那家伙最后还背叛了我们伊苏，以舍弃六神官地位代价。却选择守护女神伊苏神殿骑士之路，他要亲手给她练武了。我最无法原谅就是这一点。因为我没听过用语太多，所以完全没有听懂呢。总之，你很喜欢你哥哥对吧？真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啊，确实啊。我说你根本没在听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怎么会呢？总之，你说不就是憧憬了自己优秀的哥哥，而且希望总有一天能和哥哥一起被父亲给承认吧？听你刚才说，我就这样的想法呢。寡好无言。我也有个哥哥，所以大概能明白一些。哥哥就是可以向他撒娇，又可以向他顶撞的人。所以有这么一个亲密的兄弟，自然就有竞争意识了。不过，你可以说正是因为喜欢，反倒过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了。等一下，兄妹跟兄弟不太一样吧？
真是无聊。嗯，我说真无聊，没把你随便你想象随便强加于人，是我憧憬他，这种事情绝不可能。是吗？别经常说我感觉很准的呢。平均是他跟啊，算了，这一票没必要私底下讲。不过既然你说不对，那我就照你说的好了，就当作是你讲过去的事情给我听的回礼吧。真是痛快，虽然以前夸你自以为是了不起的态度十分恼火，不过这几个一笔勾销吧。哼，随便你怎么想，总觉得比平常还要累。你们不是放弃这里了吗？那就赶快走吧。好吧，我就满足你的愿望。啊，对了对了，凭你的力量想打开鬼面之门是不可能的哦。不过里面女神还平安无事，你可以放心。那就再见吧。他回头问句：“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哎，你叫艾波娜吧。这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吗？战争结束之后，可以跟我回老家。嗯，好啊，如果我能回答的话。这也许和刚才问题没什么两样。你为什么为一个敌人做这么多呢？对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啊，对不起，我答案也跟刚才一样，我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应该要这么做。艾波娜，你根本就喜欢上他吧？真是奇怪，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真是很奇怪，不是说感觉很准？啰嗦，你们是个男人，却那么小心点。如果只要说这些话，那我就先走了。如果回去太晚，咋办？那就会啰嗦。好吧，谢谢你，艾波娜。怎么有点红心跳的感觉，艾波娜？不客气，雨果。不过话说在前面，下次遇到的时候，你还是我的猎物哦。行，我再等着吧。好啊，我也不打算多少留情了。跟那家伙一样，我全力打倒的。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如果能打开鬼面之门，就无法解救出飞鹰大人。刚才艾波娜说，凭我身体好像不可能，但这下总说奇怪吗？虽然不想承认，不过咒术不是我的专业，还是借用一下家庭那前辈智慧吧。不过好像已经可以出去，不过这就不能没有人看着，况且要家庭那前辈商量的事先具体联系一下。我叫丽达贝克，你和艾丽亚琴。你是雨果吧？才对不起，骑士团的各位受到敌方战士袭击，也刚那边还有一段时间。是吗？我已经到拉多之塔，但遇上比麻烦的事情，没有说明鬼面之门的事情。我明白了，我立刻联络加米亚小姐，将金赶过去了。哇，这么快！这是，是他们上次在强迫他做事。只是看着他觉得胸口十分难过呢。敌方女战士说，凭我们的身体不可能进入枪的话，东西是怎么样的手术？大概明白他说一次，就接受魔的人才能将它打开，也就是要找他哥哥，应该被什么类似的诅咒吧？接受了魔的人，就是像那家伙一样能开门吗？这咒术太强大，把这道门都化成绝对结界，单靠力量是不肯突破的。难道你试过了吗？结果下场很惨。那我们都该怎么办呢？总不能放着不管。是啊，敌人当然还在里面呢。说可能性就从敌人的魔法去了。敌人的魔法去？就是对方带有非常强大诅咒的魔法去，我长期佩戴身上或许能开门。怎么会？请不要开玩笑，就像东西带身上不敢平安无事的。
是啊，还有将地方活捉，让开门。我觉得这更不可能啊。我知道了，总之我信佛人，找去找符合条件魔法去，前辈和母校所在这儿，再鬼火骑士们就会告诉你。如果，好，我知道了。这对你说真少见。嗯，我是说你主动联系我嘛，找我商量事情。你以前总是一个人解决的，发生什么事吗？没什么，咒术方面还是前辈了解比较深入，所以我才留我。算了，那魔法局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果然小心。我已经找到了，那个戒指是，好像是敌人魔法局，但已经失去力量。仔细看看，好像跟我能图很像，或是什么关系吧。不是心魔，说起来，怎么了？在这途中看到跟这很相似的魔物，体积十分庞大，看起来好恐怖。因为急着赶路，所以在远处看了几眼。有这样的家伙，也许新出现魔物吧。我好久了，给他有点累。2小时17分钟，今天应该是没有办法破完吧。那多只他才一半而已。长蝎之领域，魔核之领域，幻光之剑，国王门。又是一一，伤害不够了。我伤害了，不愧是雨果。
定这座城市恢复了力量。就这里面，你们把救出来就好了。哼，尤尼卡已经试过戴上戒指，要不戴那个，立马加那个会马上暴毙的。门打开了，你慢跑，月光。这是当然，多亏，算不得不承认，不过是多亏你们的帮助，我们赶紧进去吧。菲娜大人，你们结界怎么这样？菲娜大人，你没问题吧？请不用担心，是我们强大的结界，但并不会伤害我。但我的目的好像只是把我留在这儿而已。是吗？太好了，你们既然能留到这儿，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呢？要多谢谢雨果吧，多少努力我才能进来这儿。是这样子啊，谢谢你雨果，那个时候真的很抱歉。请不用介意，那个时候我只不过自不量力，因为我比那家伙弱，所以输掉，仅此。雨果，在我被关在这里期间，有得到几次和托尔说话的机会。虽然他外貌变成那样子，跟整个以前相比却完全没有改变哦。他给我留下这样强烈的印象，他还是一定也在担心着你。所以至少，别说啊，这是法克家族的问题，和你有什么关系？雨果，喂，我说你呀、啊，没事的，对不起，雨果，我说多余的话了。不，菲娜大人，哦，尤尼卡来了，菲娜大人，太好了，没问题吧？我。尼卡，黑暗骑士君位。哎呀，你们来真慢啊！抱歉，受敌人猛攻，现在在这儿。当然，仍旧的是抱歉。也就是说，想要解除结界是很困难的事。是的，我想强大魔变制成结界，但和咒术不同，纯粹靠魔力组成的东西。花点时间的话，应该能够解除的。是，那拜托你。说这个事情就放交给我。不，用不着这么做、啊。什么？冰箱大人，我们至少会目前为止都是考虑单凭力量去解决目前的事态。敌人的猛攻，一直以来都是敌人的猛攻。但是，这已经被关在这里。我只有这种诸位力量教授可以选。话说，副团长当然不管是尤尼卡先，还是雨果先都废。不胜惶恐，我们很忠心听这句话，请尽量吩咐。谢谢。如果今年开始，只吸出一个魔物灾难，并不是别的，这种跟库雷利亚库雷利亚。不会吧，我们还从这
我背后需要他们活动，但魔场上就像另外一群人，黑珍珠正在磨着根源气，磨之根源，将上那个魔的意识注入库伊利亚行动。啊，那库伊利亚让魔物征服之后，魔之根源产生就扩大，原产生魔物，所以我和雷亚已经六神官已经将库伊利亚封在地底。哦，原来是这样子嘛！哦，魔之根源在地上，但这个案但是被外来势力所利用了。我就选择魔之根源和封，魔之根源永远封在黑珍珠本体之中。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想明白你们两位沉默的理由，就跟艺术存在完全颠覆。是啊，这辆达莱斯魔导师打开黑珍珠强大的手柄，把我这么命的完全体。这层意识，黑珍珠既是我们的底牌，就是不能被夺走弱点。所以，请您带回来啊，保护黑珍珠不被别人夺走，可以吗？嗯，明白了。嗯，交给我们吧。菲恩大人，我想请教，是什么呢？黑珍珠和库雷利亚是我们生活之柱，所以一件并不曾消失。但是为什么六神官也瞒着？那是因为六神官是你的心腹，为了不让人们躲，但保守秘密。只会把脏东西埋在敌人的地下里，真的真是太可恶了。但是你们甚至没按照商量，难道你都没瞒事实吗？你到底想对女生冒犯多少次？雨果，你真是狗！确实，这样说，我还有事情没有告诉你们。但关键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请你……我知道了，我的本意也不是想为难菲尔达尔，但如果时机成熟，请务必说明真相，这样你不反对。好，我答应你，菲尔达尔。好，说够了。总之，现在我们必须完成新使命，就让黑珍珠敌人就发布魔之根，必须要尽快和猎探会合，必须给他协助。是。人们总会眼不见为净啊！库雷利亚直接埋着看不正好，结果又拿库雷利亚强化武具。琥珀钥匙。如果实际上我把一切说出来的，雷亚士，还有黑珍珠，就拜托你了。这性格真是有点困扰。算了，总之换世界的话，这其实刚解除的，自己交给我们去往塔里探索吧。说不出话了，我现在被雨果吓到了。雨果。我觉得雨果说的有道理，别人当然也许没有注意到，但是，你想说什么？我很担心，如果你想做个坦率的人，去一些事情感到别扭，因为之前雨果总是被家族还有哥哥的事束缚，才会这样子的。不要提到我哥哥。在这方面，我也和雨果认识很长时间，也许能帮上你的忙，但是我别管我了，好不好？啊！看我不出声，就说的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一样。其实想做团帅的人，因为家族和他家伙实在闹别扭。为什么你会比我还了解我自己？我没那个意思。好了，别问我，我自己来解决。我才不想让木下连指挥。木下连刚刚见到我的雨果，对不起。雨果，你很坏，我刚刚说哭了。可恶！被迫那家伙的时候，我们能老实听进去的。果然你也喜欢被迫那吗？你刚才那相性真合，哎，这是一个真人困扰。前辈，你声音太大了，我可以一直不都听到了。大人说教吗？怎么可能？现在你不管说什么都是有反效果。也就是说，那孩子的话完全说中了吧？我说艾波娜，我
说？因为他说艾伯纳在说的时候，我明明可以全部听进去的。结果，这个艾伯纳说：“我为什么想帮你，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呢？”两个人根本就……一直说那孩子说话全说中了。反正现在你适当抽出烦恼一下也好，以后再向孩子道歉，那你就小心了。走，我现在能做的事就一个。嗯，特别堵烂啊。是木像表现，那是木像表现出什么东西吗？会让 Penguins 他特别讨厌的。下一句，让 Penguins 他特别讨厌的特性。嗯。装置性的快宝宝，正派人士，现在发全是文，可是哦，
真的。帮我指挥针。那里有东西。长者之炮。
哎呀，强化武器的魔法就是哎呀。然后这边张辽听说黑珍珠是一些灾厄源头，真太吃惊了。你亚大人和菲亚大人一直背负这个事实吗？真辛苦，如果今后能都成为他们的力量，我们要加油才行。没有翻译大家说行，我应叫回报。不是啊，一切只求自保，黑珍珠才是元凶。不过我们真求真相，让我们面对异国，寻找菲亚大人和黑珍珠麻烦了。我们一起想出黑珍珠带来烦恼生活，但黑珍珠所诞生的魔物却夺走了安宁。难道艺术从一开始就走上破灭的道路？不，绝对不是这样。从此深深的相信，两位女神持续前进才行。你自我催眠了。利用某些技术来到丰饶的生活，而另外一面，那项技术所带来的承担，才带来的风险，就是必须由那些人来承担的。哎，不对，应该是说他会拖着大家一起承担吧。是吧？不要！嗯，好痛。这是久等。
特地准备了这么多怪，在那个魔王门外。就是要叫我们练兵。连他都还没变身就直接干掉他了。那就够了。就好痛啊，
都闪不太过攻击。不对，应该是我下意识的不去闪攻击了。下到27，虽然说没到50级这么夸张，但是还是会痛。
哦哟，为什么我遇过法哥都会被困在这里？提升点防御力才行。嗯，被大娘太痛了，还把防具强化一下。家伙家伙，OK， 来喽！这一次过了就是没消息了。
不是吧？OK， 好了，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好了。